北的。江西宜春。金华磐安的。江西。农民工。在读研究生。出纳。杭州那个省级三甲医院的医生。教师。幼儿园老师。很好，很文明，有礼貌，感觉很不错。我觉得衢州非常有历史底蕴，衢州人的话非常热情，就像这里的菜的风味一样，非常的火辣，我特别喜欢。环境非常好，看天上很蓝，然后呢月亮很圆，然后水呢也特别清。这座城市首先我就觉得一下高铁站，货车师傅也很礼貌，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城市还蛮爱干净的，地上垃圾也很少，然后外地人过来也不排外，都蛮好说话的，非常的美丽，绿色生态健康。衢州是一个比较有礼貌的城市，因为我在过斑马路的时候，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会礼让行人，这一点我很喜欢。就希望我们大衢州越来越好，然后也变得越来越强。明年继续来为衢州是吧，也为自己的家庭努力吧。希望我在衢州能够落地生根，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然后钱多多吧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然后万事大吉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财源滚滚，心想事成。祝所有人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。新年里我是祝福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，身体健康，防疫的话要加强一些，也希望过年了回家多陪陪父母，祖国越来越好。